这个冰点脱毛只是在市面上这个一个说辞而已，因为在这个脱毛的过程中，多少它会有一点点灼热感，所以呢，这个制造商呢，他为了减轻病人的这种灼热感，所以他在这个激光头呢就有一个那个特殊的装置，比如说保湿装置，给它这个保湿降温。把它的头呢降到冰点，也就是0度左右，这样呢，在脱毛的时候就会减轻皮肤的这个灼热感，然后呢让病人感到更舒服。实际上呢，它是每一个激光脱毛都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。